寒冬送暖，嘉义市文材店富硕文通慈善会今仔日举办冬令救济以及义诊义诊活动，聚集诚心提供嘉义地区650户弱势家庭共享社会温情。嘉义市长洪炳辉到场向民众来问好，发送红包、白米、民生物资，温暖人心，并鼓励大家社会处处有温情。冷气团南下，今仔日天气非常凉冷，嘛落着小雨。家己市长黄炳辉透早来到财神爷祖庙分财殿，由会长陈清文以及党干事陪同参与文通慈善会年尾冬令救济活动，以及问候给收入户家庭，受到民众感谢，嘛协助志工来发送红包、白米、民生物资。尤其文通慈善会的会长，每一年来坚持一定要办，而且做得最好。他的爱与关怀让我们觉得很感动，所以我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弱势的朋友不要担心，下回温暖紧接，只要我们愿意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有未来。我在这里祝福大家，真的温暖在社会处处都有，我们共同携手度过，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文在地富硕文通慈善会冬令救济已经真侪年，今年有更加侪善心团体共享盛举。嘉义市女子美容商业工会提供义诊，博爱社区大厦以及优胜美地提供义诊按摩。冬令救济每年的人数会增加，那么今年也很感谢很多的社会团体包括有嘉泰狮子会，还有优胜美地，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华佗。这样比较弱势的团体家庭，他在寒冬的时间，那个感觉是很让我们觉得说很清凉的一面，所以我们在冬令的时候会特别举办一个冬令救济。那么这次本来是预计有600份，然后有增加，所以在650份的家庭。那么物资部分，我们包括我们红包，我们的饮料罐头、饼干类，还有白米。文在店文通慈善会会持续关怀弱势，会长陈清文感谢全省各地游客信徒热烈关注，慈善会有资源，年年举办冬令救济，温暖人心。财经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